是露露仙子，这些是我的好朋友，丁丁，你好，当当 ，Hello， 东东，嗨，我们一起来学《弟子规》。《弟子规》for love and harmony，《弟子规》for love and harmony，《弟子规》for love and harmony。The key to happy life is here，《弟子规》for love and harmony。丁丁、东东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前天跟全班的同学比腕力，同学全都输我哦，而且我还赢了我哥哥的同学大虎哦，所以啊，我现在已经是力气最大的了。当当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？你怎么可能是力气最大的呢？就是说啊，虽然你长得很高，但是你还是小孩子啊，小孩子的力量不会比大人还大，所以你不是最厉害的啦。拜托，我有多厉害你们都不知道，我不止手的力气大，我连腰的力气也很大哦。如果你们不相信，那你们也跟我比一比啊。东东，你来跟我比啊。好啊，比就比，谁怕谁啊，我一定会赢的。哈哈哈，你一定会输我的。来，我们来用童军绳比腰力，东东，你拉一边，绕过腰。好了，我准备好了。好，我也准备好了。你们都准备好了哟，我来发号施令，预备，开始。一、二、三。一、二、三。耶、yeah! ！我赢了，就说我是最厉害的大力士啊。东东，你真的太弱了啦。当当，你怎么可以说我弱啦？就算你力气大，比别人厉害，你也应该要谦虚啊！我就是力气大啊，你就是弱美。噼里啪啦噗！当当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东东呢？露露仙子，你来了！我跟你说，当当一直说我弱啦。我知道，东东，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哦。露露仙子，我是不是非常的厉害啊？我跟你说，全校的同学力气都没有我大，还有我哥哥的同学大虎，他的力气也输我，就连刚刚东东跟我比啊，也输我哦。他们真的是太弱了啦！哈哈哈。当当，虽然你有很大的力气，但也不能一直去讲啊，你应该要谦虚一点才对哦。哦。好啦，我以后会学着谦虚一点，尽量别自己说自己厉害。而且，你怎么可以直接叫你哥哥同学的名字呢？这样是没有礼貌的行为哦。因为他年纪比你大，你应该叫他大虎哥哥啊。露露仙子，我知道了，我下次不会再这样子了。很好哦，当当。今天我要教大家的《弟子规》就和你刚刚的行为有关哦。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吧。《弟子规》，Let's go！《弟子规》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有余力，则学文。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，次谨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。有余力，则学文。
爸爸，我们今天要跟谁一起吃饭啊？哦，等一下要跟爸爸的同事一起吃饭。哦，我来了。阿南，你来了。阿南叔叔你好。哇，你是当当吧？长得好大了，而且好有礼貌哦。哈哈哈哈，没有了，阿南，你夸奖了。谢谢阿南叔叔。好了好了，赶快坐下吧，等人到齐了，我们就可以吃饭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美女，你终于来了。美女阿姨你好。哎呀，弟弟你好乖哦。是啊，刚刚我来的时候，当当也很有礼貌地跟我打招呼呢，是个做爸爸的，教得很好哦。哈哈哈哈，我们家的当当真是好棒啊。当当想吃什么，爸爸买给你吃。耶，谢谢爸爸。吃好饱哦，吃好饱哦。当当你好啊，你刚刚去吃什么，吃得那么饱啊？如如仙子，刚刚我跟我爸爸还有爸爸的同事叔叔和阿姨一起吃饭，因为我很有礼貌跟叔叔和阿姨打招呼，爸爸觉得我很乖，所以就点了好多好多我爱吃的食物给我吃哦。当当你做得很棒哦，你都懂得主动叫叔叔阿姨，而不会直接叫他们的名字，这样是很有礼貌哦，以后要继续保持下去。好的，没有问题。很好哦，那我们一起去看丁丁在做什么吧。今天的青菜都好新鲜好漂亮哦。丁丁，你今天晚餐想要吃什么？我想要吃红萝卜，还想要吃花椰菜。好，妈妈来挑一下哦。买好了，那我们一起去结账吧。嗯，好。这位太太你好啊，今天女儿陪你一起来买菜啊。对啊。来，我来帮你们算算哦。红萝卜50，高丽菜100，花椰菜100，青菜130，鸡蛋60。哦，这样总共是450块。叔叔，你算错了啦，是440块才对啦，拿计算机都还算错。这真的耶，叔叔算错了，小朋友你好厉害哦。叔叔真是的，算术那么差，还输给我这个小学生呢。丁丁，怎么可以这样说话？赶快跟叔叔说对不起。我又没有说错啊，是叔叔真的算错了。丁丁，你还说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啦。不好意思啦，是我家小孩太没有礼貌了，对不起哦。丁丁，你真的是吼，怎么可以这样呢？我又没有做错事情。妈妈为什么那么凶对我呢？丁丁你好啊，你怎么了？感觉不太开心。露露仙子，当当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妈妈她刚刚莫名其妙的就凶我耶。丁丁，你妈妈人那么温柔，怎么可能会凶你？是不是你做错了什么事情呢？我哪有，我只是跟卖菜叔叔说，他用计算机算账，怎么可以还把钱算错呢？我用心算算账都算对了，妈妈却反而要我跟叔叔道歉，真的是很奇怪耶。丁丁，我知道为什么你妈妈会要你跟叔叔道歉了，因为你不懂得谦虚。不懂得谦虚？是啊，你是小朋友，如果在大人面前一直说自己很厉害，其实这是很没有礼貌的行为哦。丁丁，像我现在也学着谦虚一点，不会一直说自己力气很大哦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，那我知道了，我以后会学着谦虚的。很好哦，那我们一起去看东东在做什么呢？我要来画一个超帅气的恐龙。诶，有人按电铃耶，我去开门看看是谁好了。您好，有人在家吗？我是邮差，来送信的。我这里有东大强的信件，请问东大强先生在家吗？东大强哦，在家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叫他。东大强，东大强，东大强，有你的信件，东大强赶快出来拿信哦。东东，是谁叫你可以这样叫爸爸的名字的？是他，他刚刚说要找东大强的啊。东东，这是邮差叔叔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一直踏踏踏踏的呢？不好意思哦，我儿子不懂礼貌。我又没有说错，为什么要怪我？没关系，没关系啦。东东，你刚刚怎么可以这么没有礼貌呢？而且你刚刚怎么可以直接叫爸爸的名字呢？爸爸为什么要骂我？明明就是那个人这样叫你的名字，又不是我的错。东东，你一点都不知道反省自己。爸爸今天不带你去公园玩了。我哪里做错了？爸爸为什么要这么生气呀？东东，你怎么了？东东，你看起来很不开心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？就是我爸爸又生气了，还说不带我去公园玩。东东，你爸爸为什么要生气啊？今天邮差来我们家送信，说要找我爸爸东大强，我就大叫东大强出来拿信啊，结果我爸爸就生气。你们说我爸爸是不是很奇怪？东东，你真的直接叫你爸爸的名字啊？对啊，邮差叔叔都这样叫，所以我就跟着叫啊。爸爸就可以叫我东东强，为什么我不可以叫我爸爸东大强？东东，你怎么可以直接叫爸爸的名字呢？只要是长辈，我们都不可以直接叫他们的名字哦。对啊，东东，小朋友直接叫大人的名字是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，难怪你爸爸会生气呢。对啊，像我从来都不会叫爸爸妈妈的名字呢。是哦，原来是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直接叫我爸爸的名字了。好，东东，知道做错就会改过，很棒哦。我要拼一个超帅的机器人。诶，有人按电铃耶，我先去看看是谁。您好，这里有你们家的包裹。邮差叔叔你好。弟弟您好，这里有东大强的包裹。哦，那是我爸爸啦，叔叔你等我一下哦，我去请我爸爸出来。好。爸爸，爸爸，有你的包裹，邮差叔叔请你过去签名。哦，有包裹哦，好，等一下爸爸哦，爸爸马上过去了。好，那我先去跟邮差叔叔说一声。叔叔，不好意思哦，你等一下，我爸爸马上就出来了。好，没有问题。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不会啦，东先生，你的孩子好乖哦，好有礼貌哦。没有啦，没有，你过奖了。露露仙子，我跟你说，我听了你的话以后，我都不会直接叫长辈的名字了。不但爸爸很开心，连邮差叔叔都说我很有礼貌呢。那真是太好了，东东，你以后要继续保持下去，当个有礼貌的乖小孩哦。好，露露仙子，弟子规 ，Let's go， 弟子规 ，Let's go。叮叮，当当，咚咚，今天教大家的《弟子规》，称尊长，勿呼名，
大家都了解意思了吗？我了解了，称尊长，勿呼名的意思就是，看到长辈，我们不能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，要叫他们叔叔、阿姨，这样才有礼貌哦。还有我，还有我，像我现在只要听到邮差先生送信来是要找我爸爸的，我一定不会直接叫我爸爸的名字，因为这样是很没有礼貌的。当当，东东，你们两个都说得很好哦，这样才是有礼貌的小孩子。那对尊长勿献能，丁丁，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？我知道，对尊长勿献能，就是不能够在长辈面前一直说自己很厉害。所以现在我跟妈妈去买菜，结账时，万一阿姨或叔叔不小心算错了，我一定会很客气的跟叔叔阿姨说哟。没有错，你们三个都说得非常好。那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唱唱跳跳咯。遇到长辈要问好，我会懂得称呼他，你好阿姨，你好叔叔，我会有礼貌。遇到长辈要谦虚，记得客气的说话，我会谦虚，我会客气，才有礼貌。When I meet with adults, I will greet them nicely. How are you, Auntie, Uncle? I will have good manners. When I speak with adults, I will speak modestly. I will not show off, rather speak politely. 大家在家里多唱唱跳跳咯。遇到长辈要问好，我会懂得称呼他，你好阿姨，你好叔叔，我会有礼貌。遇到长辈要谦虚，记得客气的说话，我会谦虚，我会客气，才有礼貌。When I meet with adults, I will greet them nicely. How are you, Auntie, Uncle? I will have good manners. When I speak with adults, I will speak modestly. I will not show off, rather speak politely.遇到长辈要问好，我会懂得称呼他，你好阿姨，你好叔叔，我会有礼貌。遇到长辈要谦虚，记得客气的说话，我会谦虚，我会客气，才有礼貌。With adults, I will greet them nicely. How are you, Auntie, Uncle? I will have good manners. When I speak with adults, I will speak modestly. I will not show off, rather speak politely. You don't jump in your window.我会懂得称呼他，你好阿姨，你好叔叔，我会有礼貌。遇到长辈要谦虚，记得客气的说话，我会谦虚，我会客气，才有礼貌。When I meet with adults,Greet them nicely. How are you, Auntie, Uncle? I will have good manners.
看完今天的《弟子规》，Let's go！ 大家还记得噜噜仙子教了些什么吗？请问东大强先生在家吗？东大强哦，在家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去叫他。东大强，东大强，东大强，有你的信件。东大强，赶快出来拿信哦。东东，是谁叫你可以这样叫爸爸的名字的？是他，他刚刚说要找东大强的啊。东东，这是邮差叔叔，你怎么可以这样一直踏踏踏踏的呢？遇到长辈要问好，我会懂得称呼他。你好阿姨，你好叔叔，我会有礼貌。遇到长辈要谦虚，记得客气的说话。我会谦虚，我会客气，才有礼貌。阿南叔叔你好。哇，你是当当吧？长得好大了，而且好有礼貌哦。哈哈哈哈，没有了，阿南，你夸奖了。谢谢阿南叔叔。好了好了，赶快坐下吧，等人到齐了，我们就可以吃饭了。不好意思，我来晚了。美女，你终于来了。美女阿姨你好。哎呀，弟弟你好乖哦。是啊，刚刚我来的时候，当当也很有礼貌的跟我打招呼呢。这个做爸爸的教得很好哦。哈哈哈哈，我们家的当当真是好棒啊。弟子规 Let's go！我们可以直接叫爸爸妈妈的名字吗？不可以，这样很没有礼貌。没有错哦。那我们可以一直在长辈面前说自己很厉害、很棒吗？不可以，应该要谦虚。你们都说得很对哦。称尊长，呼呼名。对尊长，无贤能；称尊长，无呼名；对尊长，无贤能；称尊长，无呼名；对尊长，无贤能。小朋友好，今天学的《弟子规》的意思。你们都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噜噜仙子。太好了，大家多跟弟子规 Let's go 学习，就会变成人见人爱的小朋友哦。我们来一起唱唱跳跳咯。好，噜噜仙子。称尊长，呼呼名，对尊长，无贤能。称尊长，呼呼名，对尊长，无贤能。称尊长，呼呼名，对尊长，无贤能。耶！弟子规，圣人训，首孝悌。心